其实运动会又有咩好玩啫？诶，开心咯，同好队友一齐努力，几 happy 啊！有咩咁开心啫？队友都唔夹嘅，开心，努力过仲可以尝试到胜利嘅滋味，系好 sweet 噶。有咩咁开心啫？泡泡都爆尾，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？未必嘅，可能听日会好天呢。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啦啦啦啦。水有人倒水，有人企水，有人嬉水，仲有人潜水，冇人放水喎。不过都啊，咁玩完三个游戏之后咧，暂时系全男班黄色芥末奖系排第一嘅，陆小凤包艇。哇，包艇嘅话唔变一变阵咧，冇得赢噶。诶，讲得啱啦，呢个时候有中场换人，每队可以换一个人。陆小凤可以在黄衫里面揀一个先，黄衫揀咦揀咗啦，最大只嗰个超市啊，哇，跟住揽咗实佢，做咩？好劲嘢噶啦，入咗你队有多啲女仔喎，诶，开心好多嘅女，你读书又叻咗，又高，师公算做成行啦，啊，多啲女仔我呢边，老细，得佢最开心，未笑过啊，师公系咯。黄衫俾人要咗个，即系佢可以边度攞翻个咧？喺红色嗰边啦。至于黄耀富睇个款咧，好有离心噶。Winifred 力挽狂澜，乘机有呢啲嘢咧佢啊，系人揽揽佢，唔好咁啦。好，拣咗棒球好手啊 ，Tony 嘅，冇理由唔够欧海纯噶喎，玩水。我哋好夹啊，我哋系黄色界末抢啊嘛，咁我系 Tony 揸啊。有呢个原因嘅，原来谂起就痛啦，真系。其實不是很遠，你看看 Tony 的樣子。好了，那剩下一條要在包艇那裡揀一個。我自己推介，我以為他。哇，自己走出來的黃耀富。有沒有那麼黑色啊，黃耀富你。綠衫裡面有沒有一些有質素的運動員的先？表面不覺其實有個香港隊在這裡的。黃耀富又很想跟歐海翔一組。他都說他香港隊的。黄耀富系点啫？唔系人哋都肯要佢先得噶，佢行出嚟系点啫？而家即系贴埋大床，施宝成都系噶。哎呀，最后都唔要黄耀富喎，搵翻阿吴振南出嚟先，话晒都系香港游泳队啊！我哋哇，拜拜都唔讲喎，即刻除衫啦喎，我系咁啊，好开心啊，有种走得摩嘅感觉喎吓。如果有爭勝決心的運動員，未必想留在同阿施寶勝佢哋一隊。好啦，又針對施寶勝。人又換過啦，咁下半場咧要開始啦。咁啊，見到啲道具就係有呼拉圈幾個啦，沙灘波一紮。係啦，咁啊，遊戲玩咩嘅咧？打地鼠啊！咁你閉氣下面就冇事啦，一上嚟就可以揼你噶啦。唉，揼中就要點啊？勾咯。拜拜啦，陳哥。咁即係有五個運動員。喂，但係最尾係有幾多時間俾佢哋閉氣嘅先？分半鐘，咁睇下你剩翻幾多個就鬥多咯。哇，誒咁啊，應該啲泳隊嗰啲就著數啲喎，本身閉開氣。笑啲啊 ，Brian 啊，你真係 camera face 啊！好，蘇俊中唔中啊？劍票中啊？呢下打唔中佢？係啊，佢可以假身噶嘛，假頭啊，即係想上嚟。嗱，但係隔離中咗啦，嗰個蘇俊嚟嘅。咁啊，只謝德謙咧，哇嚇，合埋眼都幾靚仔。冇啦，拜拜。咁近掉落去啊，冇得走啊！同埋 Tony 都勾埋啦，咪芥末搶而家暫時剩翻兩個喺分半鐘裏面啊！哦，仲遊埋一齊嘅，點解？分散啲咧，掟唔中你啊嘛！張健達係冇事嘅，睇下分半鐘係避到喎，真係伸手出嚟做咩？哇！佢好快咁樣換氣喎！哎呀，
嗰度話佢快，而家兜頭就嚼咗啦。拜人勾埋，咁啊最後咧分半鐘啊，剩翻咧係一位芥末獎啦，張建達。好啦，換一換身份啦，跟住陸小鳳來啦，由一條負責抌嘅。嗱喺水入邊執波嗰三個唔可以抌噶，淨係岸上邊嗰三個可以抌。咁其實可以 one on one 嘅喎，隨時一個招呼一個咁啊，一趌起上嚟兜頭嚼落去。施寶成加油啊！喂，佢係咪渣？佢本身咧，佢要閉氣個人已經唔沉落水啦，佢一上嚟就俾人嚼中。唔係，但係 Cat 咧伸個頭出嚟望人，跟住輸埋。我明白佢隊友點解咁想離開呢一隊。哇！重炮嚟喎，啲波抌埋，哇！阿俊仔，自我放棄啊！係咯，上落水落咁多次嘅，但係佢呢隊咧有隻海龜啊！啊，唔係 Winifred 啊 ，Winifred 拜拜啦，得翻兩個。其實 Charles 嗰口氣係好勁嘅，而家得翻佢同埋黃耀富。黃耀富中啦，黃耀富呢下係好硬添。但係 Charles 我幾中意佢咧，係淨係用個鼻耳喺水裏邊喎。對眼有少似佢淨係喺望遠，河馬喺海邊係咁嘅，但隻眼用嚟裝一裝你喎，有嗰一隻加埋身形都磚厚嘅感覺喎。河馬有冇襲擊到岸上面啲人咧？佢可以嘅。好啦，最後幾秒啦，啲隊友睇幾幫佢。哇！撳住個頭啊！其實真係我感受到大家對佢嘅期望有幾高啊！哇！施寶成又抽水。佢玩親第一個輸啊！阿黃耀富又抽，阿黃耀富都尾二先輸嘅。使即係如果踢波一樣啫嘛，唔使踢波啊，有個好隊友咪得咯，係咪先？好，咁你翻屋企先啦，喺度做咩啫？好啦，兩隊都剩翻一個啊，暫時。喂，哇！施寶成想嘴對嘴啊！哇，咁樣執雞友啊？咁啊，抵翻曬啦！好鬼 sweet 嘅兩個真係啊！上下其手啊！冇信心啊！佢哋已經根本諗住係分半鐘係喺個水入邊打邊爐燒嘢食啊！咁樣都做曬。三分鐘都冇係啦！陣間沖定壺茶咁樣啦。講一講咧，佢好開心，佢終於喺綠組度轉咗過嚟。你知頭先最後發生咩事啊？係撳住咗 Charles 個頭喺下邊。年紀咁高，出嚟啦！你又有咩咁樣？呢組裏邊咧有好多個水怪啊！所以應該是實力很強啊，吳鎮南啦、歐海純啦嚇，的神有啲無謂講。不過遇著呢一班啊芥末搶咧，你睇佢全部扎曬馬、掹曬弓咧，嗱，好鬼快手嘅，全部都半秒都冇啊！係啊，冇機會俾你。我睇張健達打咗架咁啊！哦，的神有冇偷熱頭咁耐啊你？而 Lina 都走了，但 Lina 上來之後就保護啊歐海純，有沒有中到啊？扮沒事喎，吳鎮南都勾埋，扮沒事喎，只有一個而已。好了，又要靠他了，看他的樣子還好，頂不頂到先？好，搞定。好了，即是說每隊呢都是有一個的可以留到最後，所以他們要進行最後關頭的決戰。你看他的樣子，哇，很有信心啊，超市浸完暖水池出去翻出嚟精神曬喎，整個兩個拋槌，你 feel 下先。我以前都愛過 Charles， 我希望，希望啦。可以留佢啦，都咁行啊，講啲嘢。互相針對。開始嗨了張健達，咁究竟邊一個可以留到最後一個咧？每組都有一個水怪啊！哇，大家係拖曬手嘅。我撩你。嚇？水入邊撩人？要隔離嘅黃耀富。嗱，臨落水之前嗌一聲體育係啊，務求冇曬氣嘅要佢哋。咁呢時候咧 ，Angel 都話曬都係歌手嚟嘅。借邊人家？油麻地啊？哇！你睇 Angel 做完就唔係油麻地啦，紅磡啦，係咪？哇！你睇見咩？歌喉幾爽啊！哎，咁快要出嘅，有咩藉口啊？張健達，哇！佢做乜抽上面反轉？傾偈又喺下邊，咦？唔係喎，唔係歐海純嚟嘅喎，你睇的神嚟嘅喎，騷擾啊 ！Charles， 喂，維夫，佢講埋啲肉麻嗰啲嘢啊，所以唔聽咯。超市頂唔住啊！黃耀富講嗰啲啊，唔係武器啊，
打多一次咯，水都打一次。又平啦，同埋雷防咗。可唔可以撳下嘴？1:40啊，都真係好長氣啊！阿超市僅僅輸0.01秒啫。呢兩位曾經喺之前啊，陸運會嘅時候咧，係好拍檔嚟噶。今次歐海臣贏咗。好啦，一條就追翻局啦。提提大家，星期六晚6:00会继续有东亚足球锦标赛第二圈香港对朝鲜的赛事 ，ViuTV 99台会直播俾大家睇。当晚1:30亦都有第三日赛事的精华，继续黐住 ViuTV 99台，齐齐撑香港队。好啦，去到第二个游戏，呢、這个叫做黐孖筋，咩意思咧吓？咁啊，攞把槍嚟玩啦！哦，一個就孭住一個嘅，咁啊用水槍射人哋個頂帽，國王嘅帽，個紙巾位爛咗就輸噶啦！哦，攞支私家槍嚟，全喺櫃我支。私家槍，咩叫槍？人名嚟噶？私家女槍。哇！內控錯，咩喜好嚟噶？擠人耳仔窿嘅，哎，兩兄弟真係～第一 round 就每隊派一組一 pair 人出嚟啊！哇，的神開心啦，孭住佳欣，你咁狠嘅劍咩你？唉，你好啦。至於呢邊咧，張健達就孭住 Tony 嘅。哇，佢哋係呢一隻係標準啊麻甩仔遊船河玩遊戲嗰只騎駁馬喎。佢孭起嚟點解爭成兩尺都有嘅？就快跌咁啊！的神好似係咯。咪仲有一隊黃耀富喺邊啊？喺嗰邊，邊個孭住？真係睇唔到。係咪啊？阿超死啊！哎呀，超死真係慘嘅，揾個即係個嗰穩健啲嘅下邊咧，就支援咧嗰個師傅位咧，仲要哇！黃耀富做咩？佢都係咁向人哋嗰度掹人哋後髮。但係嘉欣都唔係少嘢，去睇下哇！嗱，嘉欣係用一隻手先扯咗成個通年落嚟喎，係咯，贏咗一個啦，咁後邊大衛嘉欣好似跌落水咁咯喎。佢咁樣算唔算落水咧？佢長期浸住嗰個。唔係，其實我係睇頂帽嘅啫。哦，好啦，正面衝突啦。嗱，如果講埋身戰咧，就未必夠黃耀富嚟喎，佢本身矛盾嘅，你知佢。但係你睇嘉欣唔係少嘢嗰只左臂，係咁扯都行，然後哇！好，黃耀富落水先嘅，所以依家一條贏喎，呢一個回合係咪咧？你睇下佢樣，興咩足啫佢？一條贏啊！贏少少，哇！原來嘉欣好勁喎，呢啲，因為兩個男仔都俾佢扯落嚟喎。萬子良啊，你估你？佢淨係嗰個 word 落，佢仲未諗到第二個英文字喎，淨係識一個喎。你咁樣騎咧，兩個男仔冇咁穩陣。我哋咁樣穩陣好多，同埋我係射住對眼咯。哇！射人隻眼都幾毒喎。入眼葉嘅喎，其實下次可以考慮食鼻哥窿啦。係咯，好啦，跟住第二場咧就會每組都派兩隊出嚟嘅。我即係場裏面同時間咧係有12個人競技緊啦，有啲企唔穩添啊！嗱，留意一下 Winifred 咧係遮住阿 Cat 隻眼㗎，佢諗住保護嗰個國王。國王官，佢遮住眼咁滯啊，真係睇唔到路啊！其實咧，每組有兩隊應該有少少默契啊，但係冇時間啦，已經，因為已經各自係打散曬啊，嗰個部署冇辦法，因為開始難，因為有身邊呢啲人喺度，哇咁大力嘅射嘅波，好啦，鏡頭都見唔到啊，伊莲娜嗰隊已經係out咗啦，做咩事啊？頭撞頭啊！咁啊，但係咧唔知點解啦。吳振南同歐海臣呢一組咧，吳振南潛咗落水喎。哦，所以又濕咗。玩完啦。黃冠，哇！黃耀富，使乜咁大力啊？黃耀富，受好多氣咩？平時攞命喎佢哋。好啦，謝德謙、蘇以俊呢一組實力好強啊！睇落喺手臂啊，捉唔捉得住啊？施寶成啊，又幼個人啊，滑捋捋咁樣。你睇阿 Ken 結招㗎，冇嘢睇啊！喂，你兩隊綠色好心去合作一下啦！我淨係施寶成，淨係完全 enjoy 俾人孭住嗰個感覺啫，冇見佢進攻喎。哇 ，Brian 係咁射啊 ，Winifred 下邊個 Ken， 哎呀，帽都跌埋，佢仲唔知喎，輸咗咯，要跌咗帽就
算啦，捱咗咁耐。哇，施慕成你玩咗咁耐嘅？其实施慕成系咪下面自己行紧嘅咧？佢嗰个位系咪自己行紧而唔系孭住佢嘅咧？阿俊真系成个受害者咁啊！好啦，喂，结果随住施慕成嗰组都输埋咧，界门抢又赢啊！犀利喎！中國咧，就係呢個合中連環。我哋首先咧就同呢一個自比秦始皇，跟住贏咗紅組，贏咗紅組之後咧，再搞掂埋佢哋，咁就贏咗。其實你太天真啦，最大問題因為你玩唔明，佢哋明白。講咩先，老細咯？佢唔明白，你聽住一個。佢最差係咩咧？係冇人想聽佢講嘢。輸咗唔係最慘啦，敗走啦，即刻想講都冇得講啊！半場玩兩個遊戲之後咧，咁啊一條同埋界末搶各贏一個啦，所以暫時總分咧都係界末搶領先緊嘅嚇。去到最後一個遊戲啦，大家記喺呢兩塊西多士上面咩意思咧？拉拉扯扯咁啊，每組咧輪流派人出嚟，邊個跌落水就輸啦，好簡單。好啦，阿 Cat 就對住 Angel。咁啊，睇牌面嚟講，會唔會係阿 Cat 本身玩開沙灘排球會著數啲咧？點解咧？因為始終佢哋玩沙灘個沙係唔係平噶嘛。但係 Angel 咧下盤都好穩噶嘛。玩開體操你明唔明？你後面影相嗰個咪？哎呀，咁係咪叫輸咧？因為掂咗水啦，咪掂咗水啦。掂咗水係輸啊！唉，哇！反而真係頭先以為睇好嘅沙排嘅 cat， 居然啊咁樣就俾人拉咗落嚟啊！先輸一局。嗱，抄屎個身形唔知有冇個重量有冇多過一倍啊？對住 Angel， 咁啊睇力量嚟講就冇得鬥噶啦。但系 Angel 會憑住自己嗰個平衡力高超嘅時候就，哇！咦，平衡到啊佢，佢係過埋去人哋喎，過艇我叫到㗎。嗱，佢冇跌架，係佢拱翻佢先跌架。再反身啊！好事冇事。好啦，結果阿 Charles 輕鬆贏咗啦。咁一條嘅藍丁咧 ，Dixon 咧係時候挺身而出啦。又係對住 Charles 咁啊！頭先又係睇力量咧，就未必會。打得贏阿抄屎嘅喎，抄屎有啲走光咁啊，小心！邊度啊？邊度？有冇眼鏡喎？嗱，講翻迪神啦，跆拳道背景嘅嚇，哦，都係功夫底喎咁樣。哇！哎呀，我就好少有喎，向後跌都有嘅，係咪俾阿迪神陰佢咧？即係全力拉嘅時候，佢又放繩，等佢就向後跌。啊，咁都有得贏喎！喂，做咩事啊？誒，派出呢個叫做運動界嘅林寶堅嚟啊！叫你企起身啊！嗰個重心低到咧，你睇下。哦，係喎，真係睇唔出喎。好啦，咁低重心啲玩呢個遊戲應該要著數嘅喎。我係覺得黃耀富贏。嗱，佢呢啲口術咧好古惑嘅。但黃耀富係咪全身都紋身嘅咩？佢全身都有呢啲咩事啊？拉卡衫著曬，跟住再掂落水。唉，反艇！嗱，我睇到佢著板底冇紋身，的神連贏兩個喎，哇！送遠救治呢個，好傷啊！咁啊，一條贏咗第一鋪啦，因為贏咗三個人啊，咁啊，輪到咧係界門搶對住陸小鳳，哇！俊仔，俊仔本身係踩板嘅，嗰平衡力都比啊打龍門嘅，就啲起碼一下就扯落水喎，技術擊到呢個 KO 嚟嗰啲係，就係啲咁嘅動作型手籠嘅動作嚟嘅 ，Winifred 你咪真係送死？會唔會即係用女仔等阿謝德謙唔好咁盡全力咁啦嚇？會啊，單手啊睇謝德謙。喂喂，頂得住，未跌啦，未跌落水，淨係用只麒麟臂啊！謝德謙嚟睇。唉，輸緊啊！睇人，睇嚟可以捱幾耐啊？呢條大魚，但係仲笑。哇！扯到佢飛埋去佢嗰塊西多士。哎呀，我知啦，因為謝德謙中意釣魚㗎。咦，係喎，釣魚嘅模式嚟㗎。起魚嗰下手勢嚟㗎。哇！咩成日要？喂，有人抬佢上去，佢咩？以為自己係水一條魚類啊？兩位足球猛將，好盡力㗎，施慕成。哇！嗰頭未講完，嗰頭淨係過埋界。會唔會太型啊，謝德謙？哦，又贏啊！呢個解滅蜜糖搶真係如取如攜，冇任何怨言，實力。
嗱，陆小凤照旧输晒两盘啦，咁最后分胜负咧就系一条啦，同埋芥末肠啊，咁啊呢个系最后一个游戏嘅最后一关啊，所以边队赢咧，基本上都系总冠军嘅边队。好啦 ，Tony 大战欧海顺 ，Step 好轻松喎，系咁收佢啲绳，我见唔见到啊？哇，后面嗰个咪抹身咗收工嗰个人，神运嗰位走先啦，嗱，企喺度唔着数啊！哎呀，输咗。企到咁高喎！佢跣一跣腳咧，只腳插落去就即刻輸啦。唔知道有冇心讓嘅？所以 Steph 都唔係好使用力，就已經就輕取呢一鋪喎。好啦，仇多，我仲未抹完身，後邊嗰個仇多對歐海順啊，又係咁收手喎，真係。喂，我未跌，叔叔企穩。咁啊，最對住歐海順個個都暈暈地。唔係啊，係腳軟啊。好慘！嗱，芥末槍之前咧鋪鋪都好勁嘅，點解呢度突然之間弱曬嘅咧？好啦，關鍵啦嚇，因為輸咗兩個啦，芥末槍輸多個咧，咁啊總冠軍隨時係一條噶啦。哦，好，張傑大呢個時候出現啦，兩位泳壇嘅強人，且醒又如何咧？哇！張傑大好似好快咁喎。哎呀！果然將歐海順收服咗。收到自己嗰個西多士度喎，淨係喂，淨係唔落水喎，攣上去喎。有形指數啊，拍得住謝德謙啊。麥嘉欣準備好未先？喂呀！上個味都唔得喎，一邊就即刻扯咗落水啦。哇！張健達你真係冇啲蓮香色肉嘅。哇！熱啊！嗨起嚟就係咁噶啦。好啦，咁啊呢個時候咧，兩邊都輸咗兩個啦。最後呢個港隊之戰啊，張健達大戰吳鎮南呢兩兄弟啊，邊個贏就係總冠軍咁滯噶啦。哇！放醒啊！未試，未住未。哎呀！咩意思咧？嗱，佢冇跌到落水喎，都輸咗啊！但係佢甩咗繩啊嘛。哦，冇繩喺手已經要輸啦。冇錯。总冠军是黄色芥末肠，恭喜晒啦！咁啊，仲有由头输到尾的陆小凤要接受大惩罚。我想讲咧，我连续两次攞班飞唔系咁易噶，唔系一次就成噶。我哋有咗时间去累积过，冇乜机会啊！你呢个班飞翻嚟啊？翻唔翻啦？唔系咁易做嘅。你睇下 cat 个样惨到，应该淋啲咩落去咧？冻水啫嘛，冰水嚟嘅。冰水。喂，但系唔系我头先施宝成唔系上咗水抹身嘅啦咩？俾人捉翻落嚟受罰啊！乾咗咪再濕翻佢啦！恭喜曬陸小鳳，下次繼續努力啦！咦？點解轉對藍色出嚟嘅咧？喂！預告下一集先啦！哇！點五部嘅朋友仔上曬嚟喎！喂！此外呢邊亦都有體育系代表隊，夠膽你就嚟挑戰！我哋嘅精神就係。哇！好現代嘅一個名稱啊，同而家嘅城市好切合啊！體育水電影下週上演。